请问在道场工作的志愿，领取道场工资，如果今生不了道，是否需要披毛戴罪还？不需要，因为你是道场雇的这个职员，你不是来修道的，啊，这个不需要，啊，到道场来修道的人，接受啊这个四众的供养，啊，那你也是要认真修行。你不认真修行呢，今生不了道啊，就披毛戴罪还，啊，你是职员被雇用的，这没有问题，啊，因为你不是来修行的，你是来工作的，啊。